闪电人群，是的，我现在在米兰的大街上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呢，在找一个适合我这种风格感觉的一个餐厅，然后带你们去尝试一下甜点与美食。哒哒。不是当个先，什么来着？拉西亚。这么高热量的东西我能吃吗？我最近还在燃烧我的卡路里呢。都已经出国了，一定要吃吃看。所以那些那个服装老师啊什么的说我胖的啊。哦，这是 chocolate， 这是 tiramisu， 豆腐。嗯，哦，好吃哎。啊。不给你们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听过提拉米苏的故事？战争时期的时候，有一位士兵，他的妻子就很舍不得他离开，所以就给他包了个点心，叫做提拉米苏，意思呢就是带我走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们想带我走，就送我提拉米苏，好不好？你真帅，拜拜 ，I love you。可是后面的不用剪进去。Hello，Say hi。Give me five. 接下来我要去看秀了。Hello everyone. My name is Sunny， 杨玉庆。是的，我现在在米兰时装周。Now what today？ 来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 Hogan 的新产品。好，我好好说话。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一个粉红色，红色的朋友们应该女生比较多吧？那我觉得这一款非常适合你们哦。我刚到就会场的时候，我特别的紧张，紧张到手湿了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，真的很感谢 Hogan。你这有在拍吗？黑的，绿的，送你们爱的粉红的，我们的模特儿，未来上面的模特就会是我了。耶、yeah.。耶、yeah! ！这一次的 Hogan 有一点让我出乎意料。觉得我来这里工作这几天，我感受到的东西是特别浪漫、特别有爱情的一个国家。对了，新歌已经出来了，叫《不哭》，然后有在悲伤逆流成河的电影中是个推广曲。然后记得多多支持这部电影，还有这首歌。各位大佬记得我哟！我是火箭少女内的闪电杨玉庆，米兰之旅，拜拜。Thank you.